最近赴京拍摄了一组时尚写真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一组时尚写真是以复古格调为主，它就像是一个贵族的后代一样，用简单的白 T 恤搭配黑色马甲，下半身是黑色的条纹长裤，看似简单的穿搭却透露着一股复古的味道，配上黑色的皮靴就变身酷酷的女孩了。小翻领的衬衫搭配印花丝带，瞬间就让时尚感提升了不少，搭配一件修身的黑色西装外套，拼接着白色的线条，层次感更加分明，披散着一头长直发，侧影的线条棱角分明，随便一个角度都那么的迷人。傅菁身穿着彩色的运动套装，蓝色与黑色搭配在一起，有一种复古的味道。她反身躺卧在沙发上，眼神十分撩人。傅菁侧卧在床上，一个看似简单的姿势却是那样的撩人，眼神中有种欲速还休感觉，让人意犹未尽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